觉得，哎，我比较像是你是少女，你是女人，她是女人，你是女生，啊，我是女孩，女孩，你婴儿好了，喂，家己讲了拢袂歹势，袂歹势，我是女孩，我是啊，永远真的，我们在父母心目中哦，永远都是长不大的小孩子，对啊，因为毕竟也要做人家的啊，做人家的太太啊，要做人家的妈妈，所以父母心目中还是小孩。对啊，可乐，你什么时候没想要结婚啊？有想啊，可是也要有人要娶我才可以啊。对，我希望啊，希望。对啊，你在电视台拍这么多戏，然后主持这么多节目，应该会认识很多帅哥啊。现在又有很多什么才华洋溢、才华横溢的一些帅哥。对啊，对啊，慢慢的，慢慢培养感情。对啊，我还是比较喜欢年纪大一些些的。哦，年纪大一些些啦，年纪大一些。老师来。喂，我还没你们讲建兵大哥嘞。建兵大哥也是一直在。没有啦，不可以慢慢来了。啊，对。建兵大哥不可以越级了。现在建兵大哥是崇高的地位。是，对不对？怎么可以介绍建兵大哥？要介绍也要介绍黄清源给你。喂，清源大哥也有点远了。哦，是有点远了。因为你喜欢年纪大。哎，不然这样啦，我们两个凑凑来没过日子了，好不好？因为你还没娶嘛，说你还没娶，我还没嫁。我跟你呀、啊。对，可以吗，妈妈？你觉得我跟浩浩配的话，掌声祝福一下。OK， 要结婚了，那老板都掌声呢。我也掌声。老板都掌声呢。怎么样？你为什么一脸嫌弃？啊，我没有嫌弃。那你为什么摇头？我是想说，先不要紧张。好，不要紧张。先不要紧张。看到培养感情。培养感情。对啦，要不然我结婚了之后很麻烦呢。嗯。离婚还要再花3000块。喂。为什么你这么清楚？因为你身边很多离婚的。哦，那个开3000块，那无卖，那无太累啊。没有哦，没有哦，我没有哦。阿弟，我们从今天开始先培养一下下感情。好。啊，我们继续从吃饭啊，然后看电影，然后牵牵手这样，好不好？好，看凑不凑得来。对啊，你们去安排一下。好。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请你们千红带来的歌曲，来送上这一首心灵歌曲《大